我叫李哲，来自尼泊尔。我2017年6月来到中国杭州的浙江商学院实习酒店管理6月期。我开始在开元名的酒店实习。刚到开元，我的工作是礼宾部门。礼宾部门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客人来到以后，酒店服务第一印象都来从礼宾部。我的工作主要是接待客人，引导客人，帮助客人解决问题。我很喜欢跟客人聊天，我喜欢自己的工作，我的中文也越来越好了。现在我还要了自己的徒弟，我教他们我知道的东西，我工作的心得，我很高兴能当他们的老师。在开元，我有很多好朋友，我们平时一起工作，下班后一起玩，我很高兴能遇到这么多中国朋友。我喜欢中国，喜欢杭州，这一年的留学生活我很开心。回到尼泊尔以后，我先工作在尼泊尔的酒店里，然后我希望这边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中。李哲是中尼合作酒店管理项目的一位尼泊尔留学生，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尼泊尔巴拉西奥兹学院的酒店管理项目合作始于2016年。2017年5月，第一批63位尼泊尔留学生到中国杭州开展为期一年的学习。该项目的顺利开展得到了省教育厅、出入境管理部门以及学校主管单位的高度重视，各级领导亲临学校指导工作，并到酒店看望学生。为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专门成立了中尼酒店管理合作办学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旅游烹饪学院精心设置酒店管理专业核心课程，将实业教育落到实处，落到细处。尼泊尔留学生教学育人环节按校内校外双课堂，线上线下双渠道，学生学徒双身份，课程双标准，双文化育人的五双模式有效推进，成效显著，得到了合作学校的充分肯定。尼泊尔留学生酒店服务专业技能显著提升，表现出色，得到了实习酒店的一致认可。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将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履行好职业教育新的使命和责任，创品牌，争一流，凝心聚力，打造商业职业教育的中国品牌。